我们这个今天的开始啊，就是讲这个阿难啊，被这个文殊菩萨带回来。那么他混呢，这个无始以来啊，一直都好多闻，为情定力啊，就是没有在定力方面呢加以修持啊，所以他很悔恨，就因为有这一个恨呢，所以啊。等于是说我们在凡尘啊踢到铁板，那踢到铁板的话就会改变了，我们想法跟改变作风。那么从那个阿难回来了以后啊，跟佛这个请求啊，能够将那个十方如来得成菩提的那个方法能够呢开示啊。让他能够修持，也能够成就。那么这边呢，就开始讲那一个最初方便，以及初方便，以及方便。最初方便呢，就是先了解圆融的道理，是十一奢摩他。然后呢，那个初方便呢，就是要实际去修持实践。就是三摩地，那这方便呢就是禅那，禅那呢就是已经修了以后有功效了所以三个听起来好像差不了多少，最初方便、初方便、方便，是不是差得很小差别很小所以他阿难呢要求说能够将那个最初的方便能够先这个开示，也就是奢摩他路奢摩他呢以前我们有讲说呢那个天台宗的开宗祖师有创建呢那个止观法门，那止观法门就好像呢那个奢摩他。就是领悟圆融的道理。奢摩他跟三摩地跟禅那，他三个呢翻译成中文都叫正定。那三个正定内容都不太一样。奢摩他着重呢在领悟圆融的道理，那个物理为先，领悟最。这个出下手的地方最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理念正确行为才会正确所以那个奢摩他路这个阿难一直要求能够呢开奢摩他路。那领悟呢圆融的道理可以说我们在这个求道了以后应该就要这个告诉各位这个圆融的道理。可是我们可能都善因也不足了没有那个善知识引导，所以我们很久等于是说整个修持的方向都不是很正确了。那先佛来借教来开沙，那讲的呢也都是性理心法，那因为我们都没有研究不了解内容。那不了解内容就无从修起看是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都很可惜。那或许说我们修道的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佛性，就是一定要明心见性这个成就成道成佛都是从心性修起，假如说不是从心性呢是从事跟相。那事相方面我们要了解都是呢了我们的业障，以及跟众生结缘他呢在真实的功德方面可以说完全没有啦。那我们都认为一直很努力的跑，很努力的在做，可是呢都住在形象那个是盲修瞎念
再怎么样久的时间啊，都不会成道，不会成佛啊。所以一定啊，哦，要从心性着手，而且要深入，哦，深入啊，我们心性，哦，了解啊，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哦，修道轨道。那我们哦，也已经啊，哦，各位前人都很难得啊，已经熬过两年了，对不对？熬过，因为哦，听不懂，都还要坐着听，很难过的那个叫熬啊，煎熬。不过哦，都给我们熬过来了，对不对？多多少少啊，都有一点心得，虽然不敢说很透彻啦，可是毕竟已经哦，要我们再回去啊，这个上以前所讲的课啊，各位前贤坐得住吗？这一条位，我们听的人比讲的人还高超嘞，哦啊，所以哦，你就坐不住了。为什么？因为讲的不符合你听了，哦，没有从真理，没有从心性啊去阐释的话，那讲的都是皮毛，哦，对我们帮助都不大。所以一定呢，哦，要从心性着手，哦。那我们努力呀，啊，哦，去行善，又不住相，这样呢，我们所有的善啊，融入我们的性分，融入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这样的话呢，就叫生死德本，哦，我们有德，道德的根本，都深深种足啊，在我们佛性之中。那所以我们就有内涵，那有了内涵呐，啊，哦，我们呐，啊，以后假如说呢，坐上供桌啊，就坐得住了。那像哦，我们从事项啊一直在做，啊，你说呢，坐上供桌啊，宝宝得了，坐不住，因为哈，哦，没有那个德性。啊，所以哦，从六祖坛经开始啊，六祖就讲，见性是功啊，平等是德。那我们最难得啊，就是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啊，就是培养德性。那我们想一想看，我们分别心啊都非常浓厚了，哦啊，所以啊那个德性啊就培养不出来。那我们呢一定要从真理方面啊，哦，着手，努力的啊，哦，修持，哦，那听久了，哦，一定能够听懂了，对不对？我们听了，哦，一次不懂，两次不懂，哦，一个礼拜不懂，一个月不懂，一年就懂了，一年不懂，两年就懂了，哦，两年不懂的话，三年就懂了，懂不懂啊？一定会懂，哦，所以听久了一定会懂，啊，这个心理心法，哦，越修呢，我们就会越，哦，高兴，哦，自己啊越哦，充实啊，可以说晚上呢，这个睡觉的时候啊，盖着棉被都会偷笑，不像以往哦，盖着棉被唉声叹气，可以有没有唉声叹气啊？没有，没有啊，真的啊，哦，那么好，因为啊，这个越修哦，烦恼越多了，哦，那个都方向哦不正确。那我们呢这个，哦啊，研究心理心法，哦，了解说，哦，怎么样修才是正确的进入，啊，修道的轨道，哦，怎么样呢，哦，改毛病啊，去脾气，哦，这个都很重要了。所以修道呢都是，这个挑自己的毛病，改掉，啊，自己的习性，哦，我们有佛性，有秉性，有习性。那佛性呢，它是如如不动，不会变化，哦，我们领悟它在，我们不领悟它也在，我们知道它在，我们不知道它也在，哦，像，哦，那个谢谢你或者都一直讲老师啊，把它点出来说，哦，这个深信，啊，深深的相信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哦，累劫累世的记忆，那个累劫就是缘会啦，经过非常多的缘会，以往
已经经过非常多的缘会啊，129600年哦，非常多哦。那啊，那个累世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或者说一个缘会啊，大概就有60000年。那60000年，我们呐、啊，假如说都是行善哦，就有1000次的哦人道的机会哦，生在了人道之中。各位在人道之中生了多久啊？只有今生这一生吗？哦，都不是哦，哦，那个以往啊，都已经经过哦千生万世，非常多了啊。所以我们在凡尘的遭遇啊，都有其啊前因后果，哎，所以只要是我们遇到啊，它一定有前因。哦，那么现在啊，遇到缘，因缘会合，让我们呢，哦，去了这一段因缘，所以老师才讲说缘起缘灭啊，我们要圆满，有没有啊？有。哎，所以哦，在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它可以呀、啊、呈现我们整个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只要没有三心哦，就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我们当下一念哦，就记住了哦，十世古今哦，那个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啊哦，那过去是也有三个过哦，三个过去、现在、未来哦，现在也有过去、现在、未来，未来也有现在、过去、未来，加起来就94，然后在现前一念啊哦，就14。哦，十世的古跟今啊，不离当念，不离我们当下的念头，所以我们当下只要没有三心哦，没有四相，那没有三心四相啊，没有分别，就已经啊整个佛性啊都呈现哦，呈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了哦，我们都呢这个从真啊哦，然后期望。然后啊，哦，就造业，造了业就受苦，那受了苦啊，就怨天尤人，哦，就这样子恶性循环。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哦，就呢啊，要了解到，哦，过去就让它过去，未来呢还没到，现在不住，哦啊，既然三心都没有了，就没有四相，哦，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那四相没有，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啊，哦，不管是物哦，不管是人，都是啊平等。那既然都是平等，就没有喜欢讨厌。那没有喜欢讨厌啊，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啊，我们就没有行为动作。那么所有行为动作啊，都符合真理哦。那符合真理啊，不造业，不造业，不受苦，解脱了。所以要自己解脱了、哦、不是求仙佛说啊，我很烦恼，请帮我、啊、解除这一些苦难、哦、不是这样哦。哦，仙佛他不会帮你、啊哦、这个把所有的业障消除，要消除业障是要自己、哦、自己努力啊、哦、自己努力啊才会。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讲那个数字啊，对那个法龙禅师讲、哦、那个啊哦，业障啊，那个一切烦恼业障啊，本来空寂。哦，一切因果啊，哦，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啊，哦，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啊，性相平等，大道呢虚旷。哦，这个觉思啊，觉律没有思虑啊。哦，那如是之法呢，汝今已得。哦，更无啊缺少，与佛何殊？更跟佛没有两样啊！哦，更无别法，已经没有在别的方法。哦，汝但呢任心啊自在，哦给心啊自在，哦莫起哦观照，亦莫呢哦这个诚心，哦那个莫起贪嗔，哦莫怀啊愁绪。然后呢，这个荡荡啊，无碍，没有挂碍，任意啊，纵横，哦，就是啊，自由自在这样任意纵横。然后行自作恶啊，
哦，触目一眼啊，皆是佛的妙用，哦，然后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这个是哦，世子啊对哦那个啊法隆禅师讲，哦那个道，哎啊，因为那个时机啊，哎是在西元呢哦600年左右，哦在六祖的哦那个诞生哈，哦，那个时期，蛮早了。哦，因为在达摩祖师传道给神光以后，哦那个皇帝呀，啊，就是在杀修道人，啊，所以啊二祖就赶快哈，哦，要那个僧璨三祖啊躲到深山去，不要传道，你传道就会被杀死了，那个道脉就断了。所以哦，哦那个历史之中啊，哎，那个三祖僧璨的哦事迹啊就完全没有。然后呢，哦世祖道信啊到山里面遇到哦三祖，哦然后三祖啊哦这个教导把道呢传给他，哎然后后来又带出来哦才有呢这个流传，哦一直啊传到我们现在，哎可以说呢我们那个道啊哦有一个脉络。哦，有道脉，有上天呢，哦，派这个祖师啊掌道盘来传，哦，已经呢得道的哦这个众生。那在呢这个三佛收缘之前啊，哦，只要你是程度够了，已经到达哦那个真理的领域呀，啊，那就不用哦啊这个祖师来点道。哦，来受记啊，就不用，直接就可以啊，哦，回本来的哦那个地位。那从哦三佛收缘以后啊，哦没有祖师受记啊，哦没有点到那个就是邪魔外道，上天都不承认啦，啊。哎，那有的前人在问说，那我在哦我是要生在那个哎没有那个哦上天派祖师来。哦，掌道盘的时期，我说那可以啊，你行善哦，把那个种子不灭留着，等到下个缘会啊，哦有啊开天辟地引会降人，那个时候啊，哦那个上天派七佛来治理凡尘，要给众生住，那个时候哈，哦，哎你再来就可以哈，哦，不用接受祖师的哦那个受记，不用点道啊。就可以回归本位，各位有这个把握吗？我们大概都没有那么大的哈，哦，那个能耐，哎，所以还是哦，在这个时期呀，啊，哦，借着上天大开普渡，哦，已经呢，哦，那个一代祖师啊，把我们仙关都已经打开，所以读破千金万点啊，不如啊名师一点，我们都有讲嘛，有没有？哎，所以修的你再修的再好，没有名师这一点啊，哦，都没有办法归位啦，哎，上天都不承认，所以这个很重要哦。我们一定呢要求道，哦，求道打开玄关，哦，所以各位要了解那个啊一代祖师啊掌前鬓，哦，掌握道盘，才有哦那个啊可以哦。那个打开众生玄关的，哎，那个哈，哦，哎，那个前辈，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求道的时候啊，哦，一请坛的老师就带就已经到来了，哦，是老师点的哦，各位要了解啊，是老师点的，老师才有前辈哦，你没有掌道盘啊，没有前辈可以点开众生的玄关，哦，非常重要，哦，这一关也非常重要。而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凡尘的名相，哦，是什么名，是什么相，那个都虚幻不实在，是假的哦。哦，那佛释迦牟尼佛也讲说，语言文字啊，是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啊，于地狱啊不能显示。哦，这个意思呢，就是讲语言文字里面啊，哦，没有道。只是哦，借着语言文字啊来传，哦传那个哦最殊胜的方法，
哦，那我们不要住在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工具啊，嘿，所以或许跟老天住在一起的时候啊，老天都时常在念，说我们啊，凡尘啊，博士很多，有没有很多啊？哦，现在很容易就念哦，可以拿到博士的学位，哦，博士很多，可是哦，没有一个博士啊成佛，哦，他念得很哦通啦，这个所有文字语言啊，都念得很通达，可是哦，就是没办法进入啊性理心法，所以哦，成不了佛啦，而且得了博士以后啊，哦，都很骄傲，都高人一等啦。那个观念、就已经不正确、都是平等性相、平等人与非人、连非人、就是那个天龙八部、那个、都不是人他的、性跟相跟我们都平等、所以一定要培养、自己那一种没有分别的心、就是平等人与人事与事、人与物哦，人与事呢，全部啊都是平等，哦啊，那有平等的心呐、我们就可以哦降服啊所有的那个不好的习性，哦不好的习性啊本来就没有，那我们落入轮回太久了，哦自然形成，那到现在啊深根蒂固啊，哦要改都很不容易改，所以一定呢要下定决心先哦。明了自己的、那个缺点在哪里，然后呢、用心、把它改掉、改掉就好了，一定呢可以的、所以、在凡尘、法无定法，一切法都无定，要我们自己、努力、所以修道一定要回光返照、关照自己、所作所为符不符合真理，符、的话可以延续，不符合的话呢可以改过、这样呢才不枉费、我们呢、这个能够呢得到、能够呢修道、又能够参与、办道，这个都很不容易的、我们要珍惜。那我们呢就、又回来、讲这个楞严经、各位一定呢要呢用一点心、多用一点心、自然呢那所有、那个释迦牟尼佛要表达的、我们都会了解、我们讲到第十页的哪边、就是、以大致的来讲就是最初方便、对不对，以此呢，复有恒沙菩萨哦，及之十方呢，大阿罗汉，就是哦，这一些很多一粒沙呢，一位菩萨，非常多的菩萨哦，以及十方的大阿罗汉，阿罗汉称大，那已经呢，就是表示哦，他呢也是也已经啊进入啊哦菩萨的那个程度。只是呢，他们都会、这个引大象、现显现、那个小、就是啊隐藏呢、他的那个根基很深的根基、都把它隐藏，那显现的、那个形象、就是、那个啊声闻、以及、那个必知佛、比较呢浅的那个程度。那么必知佛等、具愿呢要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都已经呢、这一些必知佛，必知佛呢就是没有人教，自己呀、这个观察、万象的变化，观察万象的变化呢就知道、万象是假、那万事啊也都是因缘际会，所以万象万事啊都虚幻不实在，那能够知道啊虚幻不实在啊就不会住相，那不住相以后啊就会回到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方面，啊能够回来那个修道啊就已经啊正确了。
走入啊修道的轨道。那么尔时世尊呢，在大众中啊，施呢啊金色臂，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啊，全身呢都是啊，圆浮檀金呐、啊，就是金色的，所以他的手臂啊也是金色的，摸阿难顶，就是安慰啊，这个阿难，然后跟他讲，告示阿难，以及啊知大众。就是啊，这一个法门不只有阿难受益啊，受到利益大众呢也一样呢受到利益。所以有三摩提啊，名大佛典，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就是有这个三摩提这个是佛他定的一个总名叫做大佛典首楞严王。这个呢就是大定的总名所以这个佛啊才具备这个菩萨都还没有首楞严定啊那个菩萨都还不具备啦他是百千三昧的那个生出者，能够生出啊百千的三昧能够具足万行，所有的万行啊六度万行呢都在里面。那十方如来一门啊超出十方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那么十方的如来就是讲空间所有的一切啊都一门超出妙庄严路都是同一门啊超出能够呢进入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那个本位。那么如今呢谛听要呢阿难这个谛听。谛听啊就是抛开自己啊心里面的成见不能有成见啊这个有成见啊就听不来。那听呢听不来，做一定就做不来所以一定呢要谛听才能够受到利益。那么阿难呢顶礼啊福寿圣子阿难他就顶礼就接受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开示。那么佛告阿难如我同气啊这个佛跟阿难讲说如我同祖脉的祖先的气脉同气啊就是他们啊都是这个兄弟姐妹兄弟。那么情君啊天人那个情啊跟啊天人以天为这个主要的，不是在凡尘交的道义之交啦，那个道义之交呢跟那个天人啊是不一样那么当初花心啊以我法中啊见何圣相顿舍世间啊深重的恩爱这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你当初发心的时候啊在我佛法里面看到什么样的那个圣相殊胜的形象能够呢顿舍世间啊深重的恩爱那个父恩母爱啊能够舍掉然后出家来修道一定呢有很大的原因啊。那么阿难呢他就回答我见如来三十二相我看到如来呢这个三十二相，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也是见啊那个相那个殊胜非常的不同所以才舍掉啊凡尘的那一些那个挂碍牵缠挂碍啊都舍掉，然后呢进入啊这个佛法就是啊这个剃法，然后穿袈裟，看到三十二相啊生妙殊绝形体啊映彻啊犹如琉璃他的那个身体那个释迦牟尼佛啊三十二相那个身体啊竟然啊可以映彻就是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啊看得啊这个很详细，好像呢琉璃这个透明的看得很
哦，这个清除。那么常智思维啊，阿难呢，哦，就常智思维，哦，这一个哦思维心呐、啊，哎，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那么此相非是啊，欲爱所生。他说这个三十二相呢，哦，不是呢，这个欲爱所生。哦，何以故？为什么呢？哦，欲气呀、啊，哦，出走那个三个路啊，就是出啦，很细很粗的出，哦，经粗啦，哦，欲气呢出走，哦，心照啊交构，哎，就是哦男女之间做爱啊，那个叫交构，哦，脓血杂乱啊，不能发生呢，圣境啊妙明。哎、就是、哦、从做爱生出来、啊、不能有这一种、哦、形象、哦、不能有这么好的形象、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个行百善、啊哦、就成一相，行了一百善以后、啊、就有一个相呈现、啊、所以、哦、佛、啊、他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是从、哦、累积、啊哦、那个善、啊、产生的。紫金光记、啊哦、那个、哦、佛的、欸、那个、哦、殊胜的形象、啊、是紫金光记、啊哦、是以可养、哦、所以阿难就很喜欢、哦、从佛剃落、欸、就能够呢、啊、把这个头发都理光了，然后穿袈裟、哦、进入、啊、修道。那么佛、哦、就这个、讲哦，说善哉阿难，他已经知道啊，哦，他能够哦出家的原因啊，哎，就是看到佛像哦，这个殊胜。汝等当知啊，一切众生啊，从无始来，生死啊相续啊，皆由不知呢常住啊真心性净呢明体，用诸妄想，持想不真呢。故有人转，所以、哦哎、这一段呢，这个以前或许都呢、哦、要呢所有这个听啊、哦、听课的呢把这一段都背下来、哦、因为它对我们直接、啊、有很大的关系、哦、说、哦、一切众生啊从无始以来，因为我们啊佛性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啦，哦，没有始也没有终，无始无终啦、啊，所以哈、哦，它都永远常在，都在，所以我们都不认识。啊、现在呢，研究啊，就是要认识。哦，从无始来，生死啊相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这样一直啊，生生死死，哦，都没有哦了期呀、啊，生死相续。那什么原因呢？皆由不知啊，哦，全部呢都不知道。常住啊，真心不知道呢，我们有常住啊，真心哦，就是啊啊都不会变化，它都永远在。哎，我们呢都不认识而已。哦，我们有常住啊，真心，然后啊性净啊明体，哦那个性啊哦很清净。然后呢，我们佛性的本体呀、啊，哦，又很光明，性净明体，哦，这个呢是真。然后用之妄想，持想不真，这个是啊，从真起妄，哎，从我们的哦那个常住真心呐、啊，哦，性净明体，然后起哦起心动念，哦，然后用之妄想，我们都用妄想。我们在凡尘所用的啊，哎，都叫妄想。为什么？因为它变化无常。我们的念头啊，各位先生，有没有一个念头都不变的？有、哦，都会变啊，哎，所以都叫妄，哎，都不真。所以我们在凡尘所用的哈、哦，都是妄想，哦，用之妄想。那么持想啊，不真。这个妄想、哦、它不真，它就是假的、哦、故有、啊、轮转，所以、啊、才有六道的轮回，所以、哦、从这一个、
佛讲的啊，这个里面我们就了解到，假如说我们能够那个知道啊，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已经认识，已经呢回归到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我们不用妄想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六道轮回这样有没有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六道轮回的症结所在就是啊用之妄想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用妄想不用呢我们真心不用呢那个性净明体所以这边呢就点把它点出来了说我们要呢怎么样能够超出啊这个六道轮回，就是要用真心，不要用呢世心，用生灭心那个都属于妄想，这样了解吗？可能我们假如说没有研究心理心的话，会不承认啊，为什么我的想的生活黑拢我做妄想会这样啦，会这样想，所以都很真啊我目睭看到，耳孔听到本身去做不到，拢嘛真正实的啊，哪会假？可是一定时间经过啊，时过境迁，对不对？心改不改变？心就跟着改变。所以这个就不真的，真的就不会变啦。那会变的就不真。那为什么我们那个真心呢？它会真，因为它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啊，所以常住啊不迁，都永远一样，不会变化。没有形象啊，不会变化，也没有生，也没有灭。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咱知影知影讲我们有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有真心有，然后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的把它启发。我们所用的啊，就用真心。那用真心的话，我们开始啊，会比较吃亏啦。因为现在的凡尘啊，这个善恶啊，都大概都是一半一半，然后善的也很善，恶的也很恶啦，善恶啊各居一半。那佛菩萨呢，他们都要到娑婆世界来这个啊转世，因为在娑婆世界啊可以行功立德，因为很多的不善的人，他是不了解到真理，所以才不善。他假如说能够了解啊，那个不善啊就不见了，就会变成善所以这个是佛菩萨的那个用心，他们希望呢众生啊都能够成就，能够成道，能够成佛，能够脱离啊我们这个苦海。因为在凡尘或许呢这个看来那一本小徒儿验书尊那个道经拿给或许看，里面有那个黄母十三叹，然后里面呢老母讲只会开天啊五会观，五会啊，然后我们现在五会交替啊，五会已经过了，天已经关了只会开天，五会关，然后丑会辟地啊未会地啊就慢慢沉沦，就慢慢变化，然后到隐会降人，身会人灭，这个是大的一个轮回啊，大的轮回现象啊就是这样。所以你现在说再怎么样救地球，再怎么样救地球，那个都有限啊。不过这个胃啊，它还有10800年，不会一下子10800天就存下去了，不会啦，还是蛮有一段时间的。
然后呢，在过去呀、啊，哎，人啊就灭了；在过去呢，天地混沌了；在过去呀、啊，下一个缘会又只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降人，又下一个缘会的哦运转。这样了解吗？哎，所以我们哦，等于说不知道的非常多了。那为什么不知道？我们都不研究啊。啊，为什么不研究？为了赚钱啊，哦，我们都有这一种哦逻辑呀。赚钱要做什么？吃饭。吃饭要做什么？延续生命。延续生命要做什么？享乐啦。就是想享乐哦。然后享乐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哦、这个凡尘、啊、可以转个方向、哦、来研究、啊、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要、哦、往哪里去，能够、哦、转个方向来研究、啊、很多道理、啊欸、就会、哦、一一的浮现、哦、像、哦、那个老师讲深信、啊、人生可以留下、哦、累劫累世的记忆、啊、我们哪一个留下？没有一个啊，有没有？哎，不要说累劫累世啊，只有一生就好。有没有留下一生？连一生也没有啊。我们前一生是做什么？不知道啊。怎么哈、哦？哎，老师会跟我们讲，深信，深深的相信，就是从真理啊去推敲，从真理去延伸。哦，我们一直啊。哦，这个听到南极老仙翁啊说，自我成道以来，哦，大地啊混沌七次，就是经过七个哦那个啊缘会，哦，已经啊经过七个缘会了啊，难道我们没有吗？南极老仙翁成道以后，我们就不见了吗？我们一样在呀、啊，在哪里？怎么不说在人道呢？一下子在地狱还受苦啊！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一样在，只是在、哦、六道轮回里面，哦，那都等在轮呐、啊，等在那受苦。那受苦的时候啊，知不知道？不知道。哎，都不知不觉哦。你看现在啦，这吼、哦、那个鸡啊啦，这猪啦吼，这牛啦，他知道苦吗？也不知道啊，哎啊，所以哦，他为什么会转世啊，变成畜生，就是因为所作所为啊不合理。所以你看畜生哦，他的背啊一定是朝天，背天嘛，背天理啊，违背天理。所以哦，你看哦，现象一出来以后啊，他的背啊就向着天，不像我们人呢，头顶天，脚立地，有没有？Hey, 所以我们人最贵最灵、哦、那一定要好好、哦、能够珍惜能够把握、hey, 啊、不能呢、哦、不相信因果、hey, 啊、那一些、啊、有的是硬熬啦，有没有看过硬熬的啊？hey, 那个硬熬的、哦、上天不会让你如意的。好啊，不要紧，你做你去熬、hey, 啊、你来世的中间、哦你都不讲理啊，要出生什么？是不是要出生禽哦禽兽了？做精神嘛吼，精神有咧功力无？哦，伊无功力啊，啊所以互伊做精神，哦做甲吼互伊甘愿，精神会甘愿袂？伊若唔甘愿，佮做精神，吼、哦，做个甘愿为止啦。吼、哦，看甚物时阵甘愿，甚物时阵哦脱离啊畜生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吼，无、哦、一种吼、哦、那个精神啊，它是头顶天啦、啊。你若讲猴子哦，猴子若坐咧吼，伊若坐咧头就顶天啊对无？可是伊若咧行咧，还是背朝天嘛吼。哦哦，背天理呀、啊，所以我们要了解，
违背天理吼，过来出世就是精神啦。啊，做精神拢唔在苦，吼、哦，干阿知影通食，知影通困，啊，食好大食，食好好饱，通红台啊，哎，啊，聊一聊那个业债，吼、哦，看欠人偌济害害咧，害害偌久，吼、哦，看伊欠偌济啦吼，啊，都要害偌久。Hey, 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亥时夜会的那个勤快、hey, 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哦、都转世牛这股在累啦在拖在累、哦、因为他亥时忠诚，然后在现在、哦、上天大开普渡啊，可以出世做人、哦、现在呢居住在台中哦、是一个坤道，然后、哦哦、已经嫁人了、哦、生了三个孩子，可是先生已经过世了、哦、那有道亲要去度他求道、哦、因为、啊、三一年不足，所以、哦、带到那个佛堂，佛堂在二楼、啊、他爬那个楼梯、啊、就原地踏步了、啊、他问、哦、旁边的人说，你们的楼梯怎么这么高、啊、都、哦、爬不到，背尾告位啊，那外人看他说：“啊，你都拢原地咧踏步啊，要那背搞啊？”所以哈、哦，里面呐、啊，哦，佛堂里面呐、啊，哎，那个啊，比较有哦经验的就讲啊，这个哈、哦、还没有那个求道的哦那个啊因缘，所以求不成的啦。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虽然哦去用骗来求道的啦。但是哦，咱都是有根基才骗咱来行。嘿，咱若无根基哦，要甲咱骗，咱骗袂行啦。这样知道吗？嘿，所以爱真欢喜，互伊骗。哦，所以啊，那个前因后果，那我们在这一生这一世啊，也一样会遇到哦，哦一些哦这个不合理的哦那个事情啊。降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要了解，既然、哦、是找上我们，那一定呢我们在前因、啊、也一样不合理对待别人，现在是反过来、哦、那个叫、哦、这个因果、哦、有因果的关系、啊啊、要培养、哦、欢喜心、啊、甘愿受，不欢喜我们还要处理、啊、处理了以后、啊、因为是不欢喜，所以那个业还在，过了一段时间换了一个形式、啊哦、又来了，又碰上不合理的、哦、那个事情，你一样又要处理，这样一生、啊、就过得很坎坷了。那我们已经、哦、转个心念、哦、欢喜心甘愿受，再怎么不合理都很欢喜去接受，已经了了、哦、那个业债、啊、已经了了，了了就没有了，对不对、哎啊、就是、哦、他走他的路，我们过呢我们的桥、哎、互不相关的、哦、清不清净、哎、所以就是要培养、哦、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哦、能够呢、哦、这个、啊、逆来就顺受。我们不是也有看永嘉大师讲、哦、观恶也是功德嘛，有没有、那个人家骂我们的话呢、我们就、哦、能够观，观为什么用观呢不用听呢，因为观有加入我们的心意的、哦啊、听的话只有用耳朵，用耳朵听的话我们就会起对待、哦、会说、哦、吃一点气改变，那你用观的话观恶言是功德啊，他为什么会恶言相向，就是因为有原因，假如说你都没有错，然后他用那个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你，那就是要消你的业障，你要谢谢他，对不对，要不要谢啊，我们业障是很难去掉哦，哎啊，这个时阵有人要甲咱去掉，欢喜啊无？
被人家骂会欢喜哦，人家会怎么说？啊，你这神经病！我们修道哦，就是有那一种神经病啊，哦，因为都跟常人不同，常人喜欢造业啊，哎，我们喜欢了业，哦，啊，了到已经都没有了。你一直看他呢，哈，都不回话，哦，都不顶嘴，他会不会不好意思啊？会不会？已经拍谁的了？哎，那以后呢？他遇到什么事情啊？他会想到你的那一种含量，哦，见人骂他的时候，他能够容纳，哎，都不回嘴，哦，哎，不呢恶言相向，哎，所以那个啊，就在培养。哦，一方面呢，哦，培养我们的德性，一方面了我们的业障，那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可是都会很难过啦，难不难过？叫咩？不过也有人是喜欢人家骂的哦，有没有？凡尘事呢，都是啊虚幻不实在。那为什么又说吼凡尘？这个尘吼就是有染污啊，哦污染啊我们佛性的意识在，所以要我们啊哦能够脱离啊这个凡尘，不被凡尘吼污染，哦这样呢就很理想。那一定呢就是要自己呀、啊、哦要下功夫哦真的修养，哦能够涵养。一方面呢自己的、哦、品格、啊哦、可以提升、哦、那个品位、啊、就不一样、哦、有一些、哦、都是、啊哦、尽在不言中、啊哦、自己、啊、能够体会得出来，可是呢讲、啊、就讲不出来、哦、会很高兴、啊、等到这个晚上、啊哦、一睡觉之前一静下来就会、哦这个、一直、啊、会偷笑哦，会说今天了了很多业障，然后增加很大的容量，哦，这样的生活啊，就会过得、哦、很如意、啊、哦，就不会呢，哦，走入那个负面的，我们是很容易啊，哦，走入负面的、啊，负面的太容易、啊，所以造罪很快，那个正面的哦，哦，就很慢。哦、要行善、啊、很不容易，所以或许讲说你学正、哦、学很正派、啊、大概要10年，你学坏的话、哦、大概不用5分钟了，对不对？或许就讲、哦、你观念非常正确，学个10年、啊哦、是正人君子，然后你去看5分钟的叶片，你那个10连功啊，破功啊，破不破功？所以哦，就要分辨啊，那个哈、哦、不能去接触、啊，哦，那个是夫妻在房间里面啊，哦做的事，哦不能拿出来公开，拿出来公开呢，那个就破坏哦我们那个善良风俗，哦。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一看了、哦、一言一赔了，马上就要赶快离开，非理啊就勿视，不合理啊不合真理就不要看，动会掉呗。哎，看了看一看一眼哦，哎，个个哦，把酒个瞪下大路耶，哦，个看下详细，哦，难道人家这个放给你看的还不够，自己去？哦，猪来看，哦，那就深陷其中了。哎，家里裹个骨仙裤哦，拢落锅阿美，要洗好清洁啊，容不容易？哦，很不容易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要行慈善，哦，那个是要累积，哦，慢慢啊，一点一滴啊，累积下来。那做坏是很快，一下子啊，哦，全部啊，都破坏了。哦、我们大家呢，这个互相、哦、勉励。
那么如今啊，预言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如今的预言啊，无上菩提哦，你现在啊要研究哦，无上的菩提真花明现啊，哦，那个无上菩提啊，哦，那个怎么样的哦一个内容？那么应当呢，直心呐、啊，酬我所问哦，就是应当呢要直心呐、啊，哦，酬就是回答啦，哦，回答呢我的问，哦，我问你呢，你就用直心回答。那么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啊，哦，出离生死，哦，这个十方的如来，哦，刚才我们有讲，哎，就是整个空间呐、啊，哦，那个如来都是同一道啊，出离生死，哦，没有不一样的啦，大家都一样，同一道呢，出离生死，然后皆以直心呐、啊，都是用直心，哦，心也呐、啊，直故。心也直，言也直、哦、那么如是乃至啊，终始地位啊，中间永无之为去向、哦、那个用直心啊，整个啊都没有为去向、啊、那我们、哦、起心动念啊，那个叫为去向，有没有委屈委婉曲折啊，有没有？欸、我们起心动念、哦、都不止了，已经无地了、哦啊、所以直心、啊、就是道场，直心呢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欸、所以那个、啊、大圣起信论、啊欸、他有详细说明、哦、直心、啊欸、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欸、所以我们用直心哦、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用直心，我们生活之中用不用啊？真的用吗？没有委屈相啊、哎、所以再问、哦、就点点为什么？因为都不是这样、哦、都不是用直心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哦、佛就教我们、哦、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怎么样来应对，就是用直心、哦、心直言直、哦、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委屈相，全部、啊、都没有委远曲折，都没有弯弯曲曲。那我们有没有弯曲啊？哦，我们太会弯曲了，哦，都很老手了，哦，那凳安尼吼，那安尼唔好代志嘛，一个凳哦，讲安尼偌水的安尼吼，有没有？哦，能言善道啊，哦，就够讲的，哎，所以老子才讲，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还记得吗？哎，那个吼、哦。会当相信的话啊，伊拢袂好听啦。啊，那迄个足好听的话吼，迄你卖相信，迄拢假。吼、哦，所以哦，美言呐、啊、不信，信言不美。嗯，然后啊，这个善则不变，变则不善。有没有还记得？我们听到人家跟我们讲。啊、不是我们、哦、所做的事情哦，落在我们的心上、啊、我们变不变？一定哦，站起来变哦，不是坐着变，还站起来变。所以就是要了解、哦、那个啊、哦、善则不变，变则不善、哦、善则为什么不变？因为、啊、总有、哦、这个、啊、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不用变，事情自然会呈现、哦、真实状态。哎，安德隆哦，去掉、啊、所有的烦恼，所有那个人事摩擦哦，都拢无起来了、哦、整个都消失了。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凡尘啊，有很多事情，我们呢深入一层的看，哦，深入一层的作为啊，哎，就整个哈、哦、都不一样。
哦，谁要伴奏音乐啊？哎，啊，都要伴奏较大声，让大家拢有听。所以我们这个课啊，讲得很好，然后要音乐来伴奏。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哦，就跟阿难讲，说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啊，远离如来三十二相，哦，将何所见啊？谁为爱要？哦，所以这个哈，哦，很重要的哈，哦，啊，这个关键所在。哎，说我现在问你，哦，当啊汝发心啊，远离如来三十二相，哦，那个时候啊，哦，你发心要修德，我们呢都有一段哈，哦，非常哈，哦，虔诚的时期呀，啊，都非常发心呢，要努力呀，啊，哦，这个修道，然后贡献道场，有没有？哎，都有那个时期在了。啊，后来为什么变化了？都会起变化了，哦，事情，啊，都会起变化。那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哦，江河所见，啊，哦，那个远离如来，看到如来那个三十二相，哦，非常的殊胜，哦，那江河所见，哦，谁为爱要，哦，看到什么，啊，什么人，哦，真欢喜，哦，真爱。那我们呢，啊，哦，回想我们自己本身呢，啊，哦，我们也有，哦，非常喜欢的，哦，那个东西呀，啊，哦，看见的时候啊也有，哦，那谁，哦，谁喜欢？什么人喜欢？哎，那个哈，哦，谁为爱要？什么人喜欢？哦，那个呢，我们就可以啊，哦，去探讨。那么阿难呢，他就回答，哦，世尊，如是爱要啊，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啊，如来圣相，心生爱要，故我发心呢，哦，愿舍生死。哦，阿难呢，他就，哦，真的是啊，哦，直心回答啦，哦，即时啊，哦，根据那个实在的，哦，那个情形啊，哦，向释迦牟尼佛讲说，如是的爱要啊，哦，这么喜欢，就用我的心目，哦，由目啊观见啊如来的圣相，哦，由眼睛呢观见啊如来的圣相，然后心生呢爱要，哦，所以那个目啊跟心啊，哎，都有把它表现出来。故我发心呐，啊，哦，愿舍生死，哎，那佛一听到以后啊，就知道哈，哦，哎，那个，啊，病因所在。那么佛告阿难，哦，如汝所说啦，啊，真所爱要啊，因于心目，若不视之啊，心目所在，则不能得啊，降伏哦，降伏尘劳。哦，佛呢跟阿难讲说，按照你所说的。哦，这个真所爱要很喜欢，哦，很乐意，哦，就是因你呀，啊，哦，心目若不视之啊，不认识之道，哦，心目所在，哦，心的都一样，哦，阿目的都一样，则不能得啊降伏尘劳，哦，因为我们在凡尘啊都是劳劳碌碌了，哦，所以我们要降伏哦尘劳。各位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有没有降伏尘劳，还是钻入尘劳？哦，我们呢要知道说，哦，在呢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啊，哦，一定啊我们要去应对啊，哦，凡尘的，哦，万象万事。那我们要培养哦，事来则应啊，视气则见。那么在这一种心态之下，哦，我们那一种哦，事来则应啊，视气则见，
哦，本身呐、啊、就已经呐、啊、没有喜欢讨厌，他、啊、没有喜欢讨厌呐、啊，哦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啊，哦就不造业，不造业啊就不受苦，就已经是解脱了，哦。那我们呢，大部分呐、啊，都不是这样。哦，都呢，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呢、啊，哦，面对的万象万事啊，都产生喜欢讨厌，然后呢，哦，自然啊有取舍，自然呢有行为，自然造业啊，自然受苦，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哎，我们没有研究的话，哦，它一直啊，哦，这个延伸下来都会这样。那我们有研究了以后啊，这个事来则应，这个事来则应啊，就应该用真理来应对，不是用我们的喜欢讨厌啊，是用真理。那真理该如何啊，我们就如何哦。然后做了以后啊，应对了以后啊，就全部抛开，不在脑海里面啊留下印象。可是我们完成的一些作为啊，这个事来则缓啊，事去啊则失，事来啊都很烦恼，事情过去了，检讨开会然后改进，是不是这样？是就变成啊一个惯例啊，就习惯性都这样哦，所以时常开会啊，时常在决定这个事情。和谁跟老千住在一起的时候，老千讲，修道哪有开会的？哦，修道啊没有开会。老千的观念啦哦，讲修道无迄落咧开会啦，咧开会就是咧妥协对不？你讲你的意见，我讲我的意见，那你折半，我折半。啊，大家安尼来，安尼互相，哦，安尼来实行，对吧？这样算修道吗？算不算？哦，不算哦。那个是，哦，那个是宗教团体的劝善行为，劝众生为善啊。啊，众生哦为善的，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安得好啊。那我们不同哦，我们是要把这一些善德哈、哦、送上呢哦，那个啊成道成佛，是不是不一样？哦，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修啊，是从根源、从根底啊修起哦，不是说哦用开会来哦讨论决定的。那自己对不对啊？你在开会会不会说？拢会讲好听对无？啊，改迄个唔好的吼，小砍的，会不会？啊，那拢点点。所以哦，这个久了，跟老天住久了，哦，真的都会融入啊，哦，整个那个修道的轨道，哦，没有那一种哦妥协的啦。那我们有没有妥协啊？哦，导师或许都会跟各位说，我们的六根当家太久，现在呢要他交出前病给佛性当家，他会不甘愿的，所以要先跟他妥协，从我们那个生活习惯啊。家里都整理得很干净，对不对？然后呢，准备拖鞋，然后客人进来啊，请拖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请拖鞋？你进来了，请拖鞋。就是呢，我们先跟呢我们的六根啊妥协，说
哦，你不是主人，所以你的权柄啊，哦，要啊挪出来，哦，给主人当家。啊，既然你都当那么久了，然后也让一半的权柄哦，哦，让你主宰，啊，你记得哦，一段时间啊，要全部都交出来，这样哦，我们那个六根啊，才会乖乖听话，哎，才不会哦，俩拱啊。俩讲听有，哎，所以啊，我们假如说哦，这个听到真理以后啊，哦，全部都不给六根当家，然后都佛性做主啊，伊要爱看无看，要爱听无听，要爱皮无皮，要爱食无食，要爱摸无摸，爱想无想，会俩讲啊未？哦，真的俩讲嘞吼，这个就是现实啦。哦，现实的环境哦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先呢哦就是一半哦，不要全部啊都移到佛性来，先一半哦给六根，啊六根呢他慢慢的哦他会知道自己呀、啊，哎就是哦卑尼跟奴才哦，不能跟啊主人在争权柄，他会慢慢交出哦权柄，让佛性呢当家。那佛性当家哦，就已经啊，哎，走入啊三宝哦，那个佛法僧的僧人的行列，就已经啊，就是佛的哦那个身相了。这样了解吗？哦，安尼会样做啊未？啊，有想要做啊无？哦，所以不会很激烈啦。都很、哦、那个祥和的、哦、这样啊转移挣钱有没有、哦、很祥和的转移挣钱现在、哦、六根的、哦、当家的事情、啊、转到、哦、佛性本体这样、哦、都很祥和的构成不会发生事情、啊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看我们、哦、在日常生活中呢、哦、怎么样来调试、哦、才能够走入、啊、真理、哦、走入真理呢才能够真的修道那真的进入、啊、修道的轨道那个成佛、啊、只是早晚、啊、早晚、啊、一定会成那个从自己的心里面、啊哦、生出来的意念绝对行的啦，早晚绝对行的。那假如说哦，对这个性理心法都没有哦了解哦，那个心性都不知道，那成佛更是渺茫，对不对？哎，所以哦，或者都鼓励了我们所有哦有求道的哦这个道亲呐、啊，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哦，了解了以后啊，修起道来。头头是道、哦、就在日常生活之中过得都很快乐、哦、不会说进入修道、哦、就苦哈哈的各位会不会苦哈哈的很快乐嘛、哦、对不对、哎、修道是很快乐的、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哦、很快乐的那个、哦、心胸所以哦，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一定要认识啊，知道心目所在，哦，能够认识心目所在、啊、就可以降伏啊，尘劳，哦，凡尘的劳劳碌碌啊，哦，就可以降伏。那么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做比喻啊，说比如国王为贼呀、啊、所侵，发兵讨除啊。士兵要当呢知节所在、哦、那个国王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哦、那个本觉、哦、那个贼、啊、就是我们六根然后发兵、啊哦、就是始节智、啊、开始觉悟的智慧、哦、那么这个兵、啊哦、就是要知道、哦、这个节、啊、在哪里才能够、哦、擒贼抓菜才抓得到啦
思路流转啊，哦，心目啊为旧，哦，所以呢，啊，使你能够哦六道轮回啊，这样哦轮转不休，就是因为啊心跟目啊，哦为旧，哦旧就是罪过了，心目啊，哦心目的罪过啊，让我们六道轮回。那么五经问汝，为心以目啊，今何所在？哎，我们可以哦把这个问话转到我们身上来说，我们的心以目啊，哦，今何所在？各位天贤，我们的心目啊，今何所在？你都一样，很有意思啊，哦，因为啊，这个都是很平常在生活之中啊，哎，我们就会啊去想到的问题，只是呢不知道它里面有那么多的内容，哦，不知道里面啊，哦，有真心有妄心，哦，就是不知道。那阿难呢，哦，他就回答说：“世尊，一切世间呐，啊，哦，十种异生，哦，这个世间世哦就是啊。”啊，过去、现在、未来，间呐，啊，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哦，是间。那十种异生呐，啊，就是所有的众生呐，啊，所有的众生哦，它有胎、卵、湿、化，有哦有色、无色，有祥、无祥，肉灰有祥，肉灰无祥，哦，这样十种。从哦，这个从妄啊啊回到那个真的哦，只有十种哦那个异生啦，啊。那呢，从哦这个从真起妄的话，有十二个类生，要加两个哦，加肉灰有色啊，肉灰无色，加这两个。然后呢，返妄归真的时候啊，这两个没有，这两个呢，它是呢哦，它是我们的哦那个。哦，真如正智啊，哎，所以就不包括在内，哦，只有十种一生。那么同将呢，四心呢，啊，居在身内，哎，各位浅浅，我们的四心呐，啊，到底都一样，到底都一样，是不是到底辛苦来的？哎，这个是我们所有众生哦。共同的哈，哦，哎，那个啊，认知啊，嗯，他都到底辛苦来的呀，哎，所以哈，哦，阿难就把它讲出来，讲到底辛苦来的，哦，就是啊，居在身内，哦，是不是居在身内？那么纵观如来啊，哦，清莲华眼。哦，意在佛面，哦，那个表示说，哦，纵然成就如来了，哦，那我们看如来的，哦，那个形象啊，哦，那个佛的眼睛啊，就好像那个青，哦，青色的莲花，哦，那个莲花之中最殊胜的就是青色的青莲，哦，青莲华眼，哦，那个好像呢，哦，青色的那个莲花的。那个眼睛啊，意在佛面，也是，哦，在佛的，哦，那个啊，哦，面容，哦，就是它的表面，哎，这个呢就是我们所有众生啊，哎，都认为啊，哦，我们的四心啊，哎，就是积在身内。我今观此啊，福根四成只在我面。哦，阿难呢就讲说，so， 我现在呢观这个福根四乘，这个福根啊，哎，就是水火风土啦，哎，那水火风土哦，哎，这个四乘啊，哦，它形成啊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哎，那整个哦，我们整个面容也是啊水火风土形成，眼睛呢也是啊哦水火风土啊形成，所以啊福根四乘啊只在我面，都是呢在我的，哦，面容。那么如是四心呢，哦，实机呀，身内，
哦，这个四心啊，哎，实在就是啊，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哦，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啊，所有人的哦这个观念。那么佛告阿难，哦，汝今呢现作啊，哦，如来讲堂，观其陀林，哦，今在何处？哎，这个呢，佛呢跟阿难讲，说你现在哦坐在啊如来的讲堂，哦，然后观啊其陀林，哦，现在啊今在，今何所在？哎，这个呢就是要用哦眼前的景象哦来啊这个跟阿难啊讲道。那阿难回答：世尊，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哦，在己孤独言，今起头林啊，哦，实在堂外，在讲堂的外面，哦，这个起头林啊，哎，佛在问啊，哦，今何所在？一共底下堂外。那佛呢，就跟阿难讲说：阿难，汝今堂中呢，先何所见？哦，你现在啊，哦，在讲堂里面先看到什么？哦，阿难就回答：世尊，我在堂中呢，哦，先见如来，然后次观呢大众，如是外望啊，哦，荒属林也。哦，这个阿难回答说：我在呢这个讲堂里面啊，哦，先看到如来，然后呢接着啊看到大众。哦，然后再接着啊，外望，哦，为门窗哦看出去，哦，才看到哈，哦，那个起头林哦，林远。那佛呢又讲：阿难，汝主林远呐，啊，因何有见？哦，说你看到哈，哦，那个起头林，因为什么呢？然后有见，能够呢有哦看见呐，啊，那个起头林。阿难就回答：哦，世尊，哦，此大讲堂啊，哦，户有开豁，哎，这个户啊门有窗，哎，就是哦门窗呢，哎，都打开，故我在堂啊得远瞻见，哦，所以我伫个讲堂内底啊，哎，拢有看到，哦，看到这个起头林。那佛告阿难：如汝所言啊，哦，身在讲堂，户有开阔，眼足灵眼，亦有众生呢，在此堂中啊，哦，不见如来，见堂外者，哦，某些的众生哦，在这个讲堂内底啊，哦，无看到如来，他看到外口哦，哦，起头林。那阿难就回答：世尊，在堂不见如来啊，能见灵前啊，无有是处。讲伫个讲堂无见到如来，啊，会当看到起头林吼，迄无一块丢啦。然后佛就跟阿难讲说：阿难啊，如意如是，你完啊安呢？哎，表示讲你伫个讲堂内底吼，无看到如来。这个呢，就是在破除他的吼，哦，那个四心呐，啊，吼，哦，在身内啦，在身体里面。哦，在破除他这个哦那个观念，所以底下就讲说：汝之心灵啊，一切明了，讲你的心灵啊，哦，一切拢会当了解。若汝现前啊，显现在眼前，所明了心啊，哦，显现在眼前，会当了解这个心，哦，实在身呢，实在哦，大底的辛苦来得。尔时先何啊？哦，了知内身，迄，那个时阵哦，应该得爱先知影咱身躯内底。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刚有迄个众生哦，先看到身躯内底，然后才看到外口的物件，有没有？先看到内底哦，五脏六腑哦，啊，然后再看到外口，有安尼无？没有。哇，啊，唔得个破开，
哦，要看好清楚，唔得甲破开。嘿，啊，所以佛就讲，众不能见呐、啊，哦，心肝脾胃，哦，这挖了伤紧呐，甲心吼、哦、挖了伤紧，未当看到。啊，迄较远的吼、哦，抓生化掌，抓呢都是肩胛，肩胛伫咧生，头毛伫咧长，筋转脉摇啊，成何明了？哦，这应该你拢爱知影。各位姐妹，咱知影咱的肩胛咧生，头毛咧长，知无？知影哦，有看到哦，哦，这厉害呢吼、哦，哦，一段时间以后才知影讲，哦，我肩胛才长啊，都来加加咧。哦，一段时间以后哇，都来吼、哦，哦，那个理发厅、电话厅吼、哦。来去、哦、整理头发，才知道头毛在长、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事、啊、一段时间累积以后、啊、才知道了，它在生长都看不见了、哦、都没看到，所以、哦、佛就讲、哎、说众、哦、不能见、啊、心肝脾胃抓生法掌筋转脉摇、啊、成何明了，你都应该要知道，如何不知，为什么你都不知道，必不内知啊，云何之外？啊，你内底都唔知啊，那也知啊，我靠！所以这个吼、哦，就讲到吼、哦，吼、哦、那个心法最重要的部分了。哎，为什么吼、哦？哎，对啊，啊，咱的心伫个身躯内底啊，是啊，那唔对。还有伫内底无？有啊无？有，确实啊有。肯定回答的话，一定要看到，哦，看到咱的哦心肝脾胃，看到抓生化掌，看到筋转脉摇，啊，拢有看到无？拢无，啊，拢无伫内底无？无。所以我们要哈、哦，哎，那个哈、哦，努力的地方就在这里。这里的观念、啊哦、就是要、哦、让我们透彻知道，因为心灵啊、哦、心啊很灵敏，凡心在的地方啊，一切都能够了了分明，你的心在哪里、啊哦、都、哦、可以清楚的知道你周遭的一切、哦、那才是真正、哦、那个心、啊、所以这边呢、哦、我就讲，是故应知啊，如眼结了能知之心、啊、住在身内无有四处、哦、所以这个应知、啊、就是应当智慧、啊、来知道、哦、你说、哦、结了能知之心、啊哦、那个四心、啊、住在身躯里面没一块到，这样了解吗？啊，即马伫咧使用当海啊，走去倒去，无伫咧身躯内底啊，无走去倒去，所以阿难伫咧替咱想啦，伊伫咧替咱想讲走去倒去，所以底下吼、哦，哎，他就在讲，哦，所以阿难呢，稽首而白佛言：我闻如来啊，如是的法音，不知我心呢，实机啊，身外，哦。啊，即马既然吼、哦，唔是住伫身躯内底，啊无吼、哦，即马住伫身躯外口，安尼对啊唔对？所以阿难一问出来啊、哦，我们就知道不对了哈、哦。哎，可是佛他不会哈、哦，用那个哈、哦，哦那个强制的，伊袂安尼吼，哎，怀爸爸讲，你都爱相信啦吼、哦，哎，唔是伫个身躯内底，哦，他都会讲让你哈、哦。能够信服的那个道理、哦、所以都是、哦、讲道理、啊、让你能够明悟、哦、能够了解，何难呢他讲、哦、说、啊、我听到如来这样说，不是在里面，不是身躯里面，这样、哦、在身躯外面、哦、也还用物知我心，然后又讲理由、哦、所以则何，为什么呢？譬如灯光哦，难以示踪啊！哦，迄灯光啊，点伫个室内，室灯呢必能啊先照室内，迄、那个灯哦，一定啊
先照到那个室内，然后重启啊四门祸集啊停寂啊，哦，一切众生啊不见身中，独见身外啊，哦，亦如灯光，那灯光没在室内啦，哦，它居在室外，哦，在外靠，哦，不能呢照视啊，所以哦，那室内啊照不到，所以看不到那个心肝脾胃，哦，那四意啊必明，哦，将无所恶。哎，而人讲我按讲安尼，唔知跟真理啊相不相应，唔知对无？哦，已经吼无迷惑啊，同佛了义啊，哦，得无妄也。哦，这个看那个阿难的讲话，头阿咧讲阿个真有信心啦，讲到尾啊吼，哦，你看那个也，哦，就是已经信心都没有了，哦，都已经不见了。哪有人那个心在外面的、哦、然后佛、哦、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讲，是之比丘啊，哦，是来从我苏罗华城、哦、寻取啊团食、哎、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讲这个、哦、比丘啊、哦、要来听我讲经说法、哦、他为呢啊，巴鲁亚来，来到这个哈、哦、王舍城，哎，叫四罗华城，哦，然后寻哦寻取啊团食，他们呢都按照哦佛制定的戒律啊，哦，这个团食，团食都是刚才咱在时啊在吃饭丸安尼啦，各位捌吃过饭丸无？啊，爱用滴啊面，面哈，绿豆都加对无？还有做团食啦，哦啊，他们印度呢都是用这样哦吃饭，哦，六六的六六的哦，他都提来吃，不用滴呀，哎，然后迄食物啦，该放在迄个钵内底吼，还得用手啊，甲六六的吼，他都提来吃。啊，曾经呢，哦，有那个啊问佛说，啊，人本尊呢吼，内底拢足侪粗的啦，啊，袂安那。那佛就讲哦，去诶，迄河沟改下吼，迄草的味啊，吼，改迄个吼肉的味洗洗掉，啊，都会使吃。哦，就是不贪口腹之欲啦，诶，啊，能够养生，养生的就好。哦，这样。那么归起陀林呐、啊，哦，我已四斋，荤的讲我已经拢食饱。那么鲁观比丘一人食食啊，哦，吃人饱火，讲一个人在吃，啊，大家会饱未？会不会？哎，那个我们说，我巴肚足枵的啦，啊，你去替我吃，啊，你吃较饱咧吼，吃我的荤，安尼吃的人吼，巴肚已经胀了对无？枵的人还搁咧枵对无？所以吼、哦。只要讲哦，个人的腹肚啊，个人顾，虽然腹肚，虽然顾，嘿，拢爱家己顾腹肚。嗯，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一种啊，这个团食啊，哎，就是啊，分段而食。哎，我们呢啊，众生都是分段，分呢早餐、午餐、晚餐三段啊，哦，分段而食叫团食。哦，那佛说呢，这个啊，哦，已经落入凡尘有现象，就是要四种食啦，哦，一种团食，然后呢，哦，一种啊，哎，就是啊那个触接触触食，一种呢就是思想的思思食，哦，一种啊，哦，我们要了解到哦，哎，那个另外哈、哦。那一种哦，那个哦，施食啊，那个就是哦，那个色界的，然后哦，那个识认识的识啊，识食啊，就是无色界的，所以哦，既然落入啊这个现象啊，都要吃了、啊，才会维系啊生命。那我们那个分段而食啊，最明显。然后触食啊，就是哦，接触。像咱七月咧拜拜对吧？拜好兄弟啊，啊，因拢吼触食啦，伊拢接触吼、哦，
啊，所以七月拜的物件吼，你来紧食，不会歹，对不？还起拢起哦，遐鬼神食了啊，物件真紧歹，有没有？哎，迄就是吼，已经吼没有精华所在。遐我们吼拜拜拜七月遐好兄弟啊，吼遐个精华拢起哦，吼遐鬼神吼已经拢吸去啊。架起啊，哎啊，剩落吼，干那迄个卡，吼、哦，所以我们吃那个啊，养分就很少，爱紧食，要等你少怕算嘛吼，爱紧食食嘞，吼，食袂歹。那个叫促食，吼、哦，然后施食啊，也叫做禅，打坐那个禅食啊，就是吼、哦、色界的，吼、哦、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个禅食。那个禅食吼，伊呢八道腰，然后吼进入打坐吼，八道的霸吼，那个禅食一直啊修到四禅的话，八道都没腰啦，阿马免穿盔啊，所以那个吼第四禅呐、啊、很殊胜。然后到吼四空天，就是无色界了，无色界已经没有身体形象，可是呢他的四啊四神吼，一个底诶，一个底界的空间呐、啊。啊、所以、哦、他用、哦、那个想的、哦、认识的事、啊去夹他的爸，没有形象最容易养，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也没有、哦、形象，也是最容易养，对不对？像我们刚刚不容易养吗？他都没给我们差呢、哦、有没有？哦，不会吵我们，那我们哦，这个要跟他争的话哦，他都让位了、啊。所以如来不与世间共争啊，世间与我争，有没有？有、啊。哎，咱听个叫谁啊？有哦。有。嗯，啊，怎样意思不？那个如来是谁啊？真心佛性。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我们的真心佛性哦，不跟世间。不跟哈过去、现在、未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哦，不跟呢这个争，都不争，哦，然后世间与我争，可是哦这个时间空间呐、啊，有盖在争无？哎，咱的六根拢盖在争对无？哎，阿姨都退位啊对无？哎，伊都拢硬起来退位，拢不爱争啦，讲好啦，拢牛哩，既然你来爱就牛哩。啊、最后谁吃亏啊？佛性吃亏啊！佛性它如如不动哦，它没有变化哦。吃亏的是我们要进入六道轮回，我们要去受苦哦，还是自己呀、啊、自作然后自受？我们都是、哦、自己呀、啊、哦找自己的麻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个佛就讲。说一人、啊哦、死的时候啊，知人保佛，然后阿难回答说：“不也是真哦，何以故啊？哦，这个是知比丘啊，虽阿罗汉，趋命啊不同哦。现在比丘虽然已经修到呢这个阿罗汉的程度，可是呢这个身躯啊哦，跟呢那个命啊都不一样，允何一人啊？”能令众宝，为什么一个吼阿弥陀佛，大家拢拜？所以哦，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说，哦，个人的哦那个生命啊，个人自己照顾啦，都不能哦，依赖别人，所以哦，佛做这个比喻啊，是要了解说，哦，身心呐、啊，哦，不能相外，别再讲哦，一走出去外靠出去。那么佛告阿难：若汝结了啊知见之心，实在身外，哦，身心相外，身体呀、啊、跟我们的心呐、啊、已经哈哦拢无熟悉啊，哦已经呢哦各个啊独立哦拢无熟悉相外了，知不相干哦，身跟心呐、啊、哦不相干了。各位天姐，我们的身跟心、啊、相不相干？相不相干？
都相干了哈、哦，哎啊，可是假如说以恶难心哦在身外的话，那身心就不相干了，哦，则心所知啊，身不能觉，觉在身际啊，心不能知，哦，就变成这样了，哦，我们的那个啊，哦，心是在身外的话，就会变成这样。那么我今视汝啊，哦，多罗免首，汝眼见时啊，心昏白惑。所以我现在呢，哦，用呢那个多罗免首，用手来哦，举手给你看。啊，因为哈、哦、那个佛的手啊，哦，很柔软，跟那多罗免，跟那米啊，哦，还叫柔软呢。讲你目睭看到，目睭就是身躯啦。啊，你的心哦，身躯跟心嘛、啊。哦，目睭看到，哦，是身躯，啊，心有分别无？心了解无？而那呢，他就回答说：“如是是真有啦，啊，我都拢哦，这个目睭看到，心了解啦。”那佛告而那：“若相知，哦，则啊，云何在外？啊，你都了解啊，吼、哦，目睭看到啊，心了解，啊，心甲心，身躯甲心嘛。”哦，都做会啊！哦，安奈哦，讲伫外口。是故啊，应知如眼结了能知之心呐、啊。哦，住在身外啊，无有是处。你讲哦，迄住伫个外口，无一块着，那么知影无一块着吼。哦，一开始咧问咱就讲啊，唔对，唔是安尼，对不对？我们比阿难聪明吼、哦，有没有？那么底下哈、哦，阿难呢又讲，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呐、啊，哦，不见内故啊，不积身内，身心相知啊，哦，不相离故啊，不在身外。我今思维知在一处，哦，我今嘛个想一地界的所在。所以哈、哦，这个阿难的哈、哦、思维啊，那个就是哈、哦、生灭心呐、啊。”哦，那个思维哦，就是生灭的心。然后佛哎，他就顺着阿难哦，就问他处今何在？处哦，就是地方所在哦，叫处。哎啊，这个地方所在现在在哪里？哦，你的心哦，在这个所在啊，在哪里？哦，然后阿难言：此了之心呢，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啊。如我思尘潜伏根里呀、啊，哦，安尼我咧想，搁较想，哦，去觅伫个根内底啦，哦，咱的心嘛、啊，会去觅个根内底未？会不会？我们先想一想啊，然后才听佛回答，哦，会未？哦，不会哈、哦，说不会也不对啦。说会也不对啦、所以这边呢有时候、啊那个、哦、你看住在身内不对，住在身外不对，不在内不在外，你都一样哦，所以那个到 后面、啊、就会有答案了、啊哦啊、前面呢都是在讲、哦、那个原因、哦、那个怎么样的原因。然后阿难就讲说：“犹如有人啊，起琉璃碗，那个琉璃碗就是眼镜啊，哦，目镜做琉璃碗，合起两眼啊，啊，这么个目镜给挂起来，虽有物合啊，哦，迄目镜就是物，目镜就是东西啦，哈、哦，而不留碍，哦，没有那个哈、哦、障碍，彼根啊，随见啊，随即分别，哦，那个。”哦、眼根、啊、透过琉璃丸能够、哦看到、啊、那个外面的景象，那看到以后、啊就能够马上分别。然我结了、哦 能知之心、啊、不见内者、啊、唯在根故、哦、分明属、啊、外、哦、就是、哦、我那个、哦、结了能知之心、啊哦、没看到内底
哦，就是因为去密集的基因啦，哦啊，看到外口啊，拢真分明，哦，分明就是了了分明啦，拢了解真清楚，哦，这个无障碍者，哦，前根啊内固，哦，密集的基因来底，然后呢，啊，佛告阿难，如汝所言呐，哦，前根内固，犹如琉璃呀。哦，彼人当以呀、啊、琉璃造言，当见山河，见琉璃佛。恁看目镜呀，看到外口物件，有看到目镜无？有没有？有没有？哎，这佛在问讲哦，你看到外口的山河，还有没有看到眼睛？有啊无？就两极化的有没有有没有哦，如是是真哦。阿难回答：世人当以啊琉璃造言哦，这个实践啊琉璃，伊讲目镜提来怪，看到山河大地哦，阿嘛看到目镜啦哦，迄眼睛啊，原来有看。那么佛呢，他就讲：若见言者啊，言即同见。哦，确实啊，哦，看到这个目睭，哦，哦，这个底下还有上面还有一段。佛告阿难啊，哦，汝心若同琉璃何者啊？当见山河何不见也？讲你看到山河大地啊，啊，为什么无看到家己的目睭？哦。若见言者，确实啊，看到家己的目睭，言即同境啊。你的目睭甲外口的景象哦，都变作同款哦，不得成水啊。唔是讲随看随知影哦，无法度讲随看随知影。那若不能见啊，云何说言？此了之心啊，潜在根内，如琉璃河。确实啊，无法度看到目睭啊，为什么讲？这个了知的心哦，密集的根的内底，敢那吼啊，这个琉璃贴目镜来合的。是故应知啊，如眼觉了能知之心啊，潜伏根离如琉璃河啊，无有四处哦。密集的根内底哦，甲迄个目镜合作会啊，哦，无一块掉。我们呢，这个上次有讲。所以因为各位的提问都不热络，所以我们留下十分钟了，真正的留下这个十分钟，各位都没有感觉说我们上课加长了哈，有无？啊，有啊，两边有没有哦？变成两边，不过我们还是一样留着给大家提问啦。哦，因为这个哦蛮重要，哦有很多呢一些障碍啊，我们哦经过啊哦这个提问呐、啊，哦能够解决的比较快，哦能够了解真理呀、啊，哦那个比较快速，所以哦我们留十分钟，假如说踊跃的话，我们再呢增加哦二十分钟，增加到半个小时，那假如说哦又不提问的话。那我们干脆就整个都讲课讲完了，哦，讲到下课为止，这样好不好？那、啊、有没有十分钟哦？很快就过了哦。好，请说。拿麦克风。何老师好。同学想请教说，家里有一点困扰，说佛堂我们三楼四楼还有佛堂加盖，那因为有那个老鼠会入侵，那就是说我们修道人不可以跟他的公司结那个不好的姻缘，那就是说不知道是要抓他之后他还会再跑进来，那跑进来之后我们还要再处理同样的事情，他还是会入侵嘛，那不知道说要用那个老鼠要去杀它，还是要怎样做，这个很为难。那请刘讲师。好，请坐，请坐。
哎，你就要跟老鼠沟通啊，哎，跟老鼠讲，哎，你不要进来给我破坏哦，你进来的话，我会杀死你。哎，要跟他沟通，跟他讲，他再不听话的话哦，你用老鼠药把他毒死，那、啊、你就要担当，以后你找我，这样了解吗？请老母慈悲，你连个老鼠都要请老母啊？因为后学不知道要怎么办嘛、啊，那就是说请老母慈悲，说让他走开，不要再进来扰乱我们。那个凡尘事啊，不会事事如意啊，哎，所以我们要判断，先跟他沟通，那个老鼠一样，哦，有很多道亲呢，都跟他沟通了以后，他就不见了，哎，说你不要来破坏。哦、你进来这边呢、哦、破坏这个圣事、啊哦、有罪、哦、所以你以后不要来了，你来我要用老鼠药把你毒死、哎、那你真的就是真的再来你真的就把他毒死、啊、你就要担当，以后你找我，这样知不知道、哎啊、所以、哦、众生、啊、他已经昏灵了，昏灵了以后你把他害死，让他又极灵，你反而是行功了，不能说哦，我害死生命，哎，你不害死他，他就没办法哦，极灵就永远就当老鼠，他也不甘愿呐、啊，哎，所以真正的遇到那样，你就担当，说你来找我，所以说到这个哦，或许就讲在天佛院呐、啊，哦，因为。那个很多人都拿东西到香网去吃啊，很多蟑螂啊，然后蟑螂哦，或许就用拿那个拖鞋啊，然后看着蟑螂就把它打死。我说你去找老千人，我是代理老千人管理这个地方，主人是老千人，你去找老千人。然后回到我家里的时候啊。一样有蟑螂，我就一样拿拖鞋把它打死，所以你以后就来找我。这个讲理嘛，跟他讲理、欸、所以我家里没有那一些东西、啊哦、那一些会飞的会跳的都没有、欸、我跟他讲不要进来哦，进来我就把你打死。还有吗？还有五分钟。好，请说。刘讲师，我们说哦，弥勒祖师掌天板，那济公活佛老师掌道盘，那天板跟道盘我们怎么来分？哦，因为掌天盘的时间呢、啊、非常久，哦，掌道盘的时间呢、啊，哎，它的期限呢都不长，大概都不到百年呐、啊，掌道盘都不到百年，那掌天盘呢，哦，那个都是非常久，都有时候都是。哦、算千年的、欸、那、哦、要了解说它、哦、的、哦、那个很长的那个期限、啊啊、那是一掌天盘、欸啊、那个很短的、哦、是负责、哦、那个、哦、点开我们那个、哦啊、玄关的那个是掌道盘，要明心见性、啊、你问这个哦好像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什么人长什么人长跟你什么关系？所以、哦、那个期间我们这边还不是一样分说能够领命能够不能领命，对不对？还不是闹得很、哦、很不愉快，那就是、哦、那机会不白啦，啊，唔上诶，拢看个灰啦。应该研究了不研究了？人家灵不灵，关你什么事？哦，人家灵了你就成佛嘛，人家不灵了你就成佛嘛。你要想你自己本身才重要。哦，有没有明心见性的？哦，有没有哦改毛病、气脾气的？那个才是重要啊！你去管人家灵不灵？是不是这样？哎，我们得爱吼，钱我才白啦，很舒服。
啊，你若无像看较肥老哦，去找自己麻烦，都还个果油啊。还有四分钟，怎么追分过得这么慢？还有问的没？有就问啊。拿麦克来，拿麦克风来，有就问啊。哎，好。我们在那个什么楞严经里面说，所有的佛都没有在四相上面成的。可是呢，我们一观到呢，我们认知里面的佛啊、菩萨不菩萨成菩萨的，都是因为修道，然后在这期间呢、啊，就是很努力的修，然后呢归空以后啊，就是有他的那个。就是有颁发他一个果位这样子，所以说，那如果说不在四相量成，那我没观到这样的菩萨是算怎样的？这个问题呢，好像我们都回答很多了哈、哦，可是呢，有没有了解到，那个都是方便法门啦、啊，哎，因为我们现在。哦，一些已经很努力呀、啊，哦，在事项上去做，啊，已经哦过往了归空了。那假如说这一些过往归空的人，哦，他没有一个名位，哦，没有一个名分、啊、那跟他哦周遭学的人啊，会不会泄气？哦，一定会没力的啦。哦，伊都遐认真都无啊，啊，我在好好。哎，我们都会哈、哦、自欺悲屈呀、啊，啊，所以哈、哦、那个上天呐、啊，哦，就又给他一个名分。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众人什么都不做了，我们也是菩萨，我们也是哈、哦、菩萨摩诃萨，知道吗？哎，那个佛啊，修正的人称我们众生啊，都是菩萨摩诃萨，有没有名相？有名有相。哎啊，因为他没有分别心呐、啊，所以我们都是佛，都是菩萨。哎啊，所以你不要太在意那个，嚯、哦，伊安尼吼，拢有一个名号是菩萨。哎啊，这个菩萨是真啊假？请问，咱是真的啊假？咱本心呐、啊，是真的啊假？请你有一个姓，有一个名对不吼？啊，是真的啊假？啊，什么时阵才是真呢？所以一念回光啊，哦，当下都记住，全部呢都是真的啦。哎，啊，当你起心动念哦，怀疑心起呀、啊，一切都是假的。